位弟兄姊妹大家好，由于政府延续了限聚令，所以我们5月10号和17号的主日崇拜都会继续在网上进行，而我们的早祷会、A911聚会等等都会暂停，直至到另行通知。虽然这段时间我们不能够相聚在教会里面聚集，但是我们都能够在各自的家里面一起去敬拜，一起去祷告我们的神。所以鼓励大家继续在网上去参与我们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的8:30敬拜有个伴、抗疫情、祷告不要停的聚会，让我们能够继续在灵里面去相通，而其他的小组都可以在网上继续一起去聚集，彼此关心、彼此鼓励。愿意我们在这个等待的日子继续去祷告寻求我们的神，相信很快脆我们就能够再一次相聚，再一次见面，再一次去经历神的恩典。祝福大家。母亲节 Revival Kids 的小朋友透过 Zoom 崇拜一起在家中学习孝敬父母，感谢一班老师和姊妹预先制作手工材料邮寄给小朋友，我们总共寄了给87个小朋友实践圣经要孝敬父母的教导。在母亲节一起向妈咪说 I love you。 在接下来的5月24号我们继续有廖广生医生和我们分享的心灵的防疫讲座，继续和大家分享怎样去保护我们的心灵，同时间怎样和我们身边所爱的人一起同行。时间是在5月的24号下午的3:00-4:00。由于限聚令延长去到5月的22号，我们期望当日的讲座在限聚令解除，到时呢我们就可以邀请新朋友一起来到教会一起的参与。所以有关于讲座的安排请留意我们最新的消息。复兴教室聆听神声音由刘沙伦牧师主讲，日期是6月9号、16、23和30号，总共4堂，逢星期二的晚上7:30-9:30，报名请联络各个家的领袖。各位领袖，由于疫情的缘故，各样日常的安排可能都会有不同的变动，但是没有阻碍有新人信而受浸归入基督，加入复兴教会。因此现在完成了100课程的弟兄姊妹已经可以报名参加浸礼了，而浸礼、转会礼举行的日期会容后通知。各位弟兄姊妹的奉献可以透过缴费铃、PayMe、柜员机、网上银行直接将奉献转账到教会的银行户口。提提大家记得将你们的姓名、联络电话、奉献类别连同银行收据 WhatsApp 给我们，电话是5380-7272，详情可以参阅教会的网页。因应近日疫情的缘故，由即日起至到5月22号 A911 祷告会和早祷会都会暂停，直至到另行通知，而天天聆听将会继续如常发放。